什么东西？就是人生 VC。它的主要作用？主要作用就是平时应酬多的、加班熬夜多的、喝酒多的，可以喝这个。所以主要卖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。它是中国的吗？中国的原料都是从中国的。对。现在是已经卖往其他国家了。日本我们接下去开始。卖给日本。对。人参叶黄素，它是经常眼睛看电脑、看手机，对视觉疲劳、眼睛有那个的，喝这个叶黄素的。人参枸杞是肌肉酸痛，经常锻炼或不锻炼的那种。我觉得国外需要我们。你们是做哪一块的？我是做外贸，就是没有，我们可以做出国。OK。对，你们的微信。